要啊，关键是这个宝贝儿，你爸消失了，你爸不要你了，把咱们撇着了啊，儿子。我们现在要去完成我们原来那个计划，惊喜，看一看他看到这个惊喜时候的表现、表情会怎么样呢？他跟宋阳一起。你好。你怎么那么高？啊，你现在在哪呀？我们的惊喜要到了，在前面。是不是给我送那个照片呢？对，哎，太谢谢您来，太及时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哎，终于送到了，就怕这阵掉链子。爸爸妈妈永远爱你。好，我们现在过去了。还有一个惊喜，有一幅画，我去取一下，一起交给倩倩。那幅画是送给倩倩的生日礼物，我想她应该一定能喜欢。我们找到那个气球，就找到他们了。你干嘛去了？我送给你的惊喜，看看。啊？你不是一直准备给宝宝做一个相册吗？嗯。但是时间紧，任务重。我只把相片洗出来装进这个册子里，从你怀孕到生产到宝宝现在，这里边都有记录，你看一看。你都给洗出来了。我选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。这一直都是我想做的。相册记录了从宝宝出生以来他家所有重要的时刻和回忆。这是刚回到家的时候，把你自拍，我给你洗出来。第一次宝宝洗澡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这是给你的惊喜。你把了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。你看这幅画，这幅画是我自己画的，能看出来是什么吗？埃菲尔铁塔了。油画是爸爸亲手给妈妈画的，他最喜欢的埃菲尔铁塔。他要把充满浓浓爱意的这份礼物送给自己的妻子，表达他对妻子感谢。在家不能让他发现。你还是有一直希望吗？生日快乐，送给你的惊喜。嗯，真的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。那个时间，我觉得我的视力都下降了。